看看新闻网。有没有一点点紧张？有。没关系，我也很紧张。一家人又见面了。好看不错，大家精神都很好啊。今天我会教你们要怎么唱歌。Save your voice， 这个很重要，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你们的能力能够在什么地方稍微做一点改变，就突出了。别的老师都没有教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要告诉他。好，你们觉得最容易应付是哪一位？不用把他们放在心上。对，我都没有放在眼里。我相信冠军一定在你们八个里。非常祝福各位，我会在现场陪伴各位。有哪个老师找你们麻烦，我一定会挺身而出。放心，好，我一定会帮你们办。新竹是最棒的。梦想有声，我们要生动亚洲。梦想有声，生动亚洲，欢迎各位来到今年夏天最大的亚洲音乐舞台，32进16，烽火再燃。今天晚上将由黄舒骏老师和李克勤老师率领各自的队伍再度出战，他们要争夺的是16强当中最后的8个席位，谁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轮。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感谢斯颜丽专业美容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特别冠名播出，同时也要谢谢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的特别支持，梦想的声音再度为您开启。好了，那我们现在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克勤老师，今天将由您首先选出您队伍当中的成员出战，看一看身后的大屏幕，请告诉我您要派出的第一位唱将是谁。第一位一定要代表性，是，然后又代表我们这一组，哦，非常有实力。好，选了，选于涛颖。来，于涛颖请出战。克勤老师这样夸你，你有没有受宠若惊啊？我的队友都很支持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你有没有告诉我对面八个你怕谁？好像还真的没有。耶，好啊，厉害哦。你要选择的人是那位头发最长的美女曾妍。有请曾妍，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的获得者曾妍，这是送给我的。这是一个能量之花。好特别啊。舒骏老师，你有什么叮嘱一下曾妍的？这是一个亚洲级的舞台，但曾妍做的是世界级的音乐，觉得于超颖他当时没有选我们这一队已经是个错误了，他现在再选曾妍只能说他一错再错。好，克勤有什么要特别叮嘱一下于超颖？不需要了，讲就没用的。对，还是要唱的。对，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两位唱将今天在台上一决高下，请准备。孙妍，我看过他彩排，一个手语的，觉得他比较有个性，选择他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的绝情是
双辫子卷曲头发，冷酷的手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生的高兴。你的剧情出很精彩啊，但是有一点我先请教一下曾岩，那个手语动作有意思吗？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说滴水 fly 飞啊、uh-huh. 然后呢后面的哈哈哈哈哈的歌词就是当植物喝到水的一种状态，就开始生长会有快乐。我有一个问题，不晓得我有没有听错，刚才你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伴唱这样？对，那个是有三个声部我加的、这个可以的吗？
我觉得在一些非流行音乐里作为整体编曲环境的元素我能接受。我接受不了，如果作为一个电视的节目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这样的好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啊，有失公平。舒俊老师，首先如果老师们你们都听得出来那是背景的音乐，就表示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判断了。对，听得出来，就是背景的音乐比他的真正的 vocal 还要大。对，我觉得这一类的音乐哦，事实上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编曲的布局跟气氛。没错，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本身演唱的那个声轨还是听得很清晰的，所以这一部分我倒不觉得说他有任何混淆视听。曾妍小姐，你的音乐是很有趣的，可以看得出你的企图心其实比超颖强出很多，你想要表现的东西很多。但是关于后面增加人声这边的问题，其实我们先不要说它合不合理，它行不行，但有了那个东西，它马上跟你现场的声音就做出比较了，你的不准马上就听出来了。于超颖唱出卖还不错，但是呢感受不太出来他的企图心，在低音的部分其实要多琢磨一下。好了，三位进入表决阶段，来，白灯代表于超颖，红灯代表曾妍。高晓松老师，我认为在亚洲的舞台上展示中国的音乐一定要是多元化的中国音乐，绝不能只是一种流行音乐。好，曾妍一票。张宇老师，我还是给超颖。超颖一票。那个孙楠老师， 我是决定的，对吗？好，你现在也难受了对不对？我不难受，其实我挺替曾妍惋惜的，其实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那种唱法去唱，会更感动。两盏白灯，进入十六强大门的是于超颖。其实曾妍是我最怕的一个对手，他真的是一个风格性很好的一个歌手，然后就是非常有特色。我也很想问曾妍，我们从初赛到现在，你都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嗯，为什么不改初衷？因为这是我做音乐的原点，音乐它不是只在于歌唱，音乐的每一种声音，哪怕是这样一个声音，它产生的声音带给大家力量的时候，它就是一份感动，所以我才来参加声动亚洲。谢谢。非常谢谢曾妍。谢谢今天的每一位朋友，希望我会把我自然的音乐，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做成更多更好的编曲和作曲，和我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和大家一起去听到。谢谢。能请问一下，菊花代表什么吗？送菊花。这是菊花吗？太阳花。你懂不懂太阳花？你不说是菊花的吗？宇哥说长得像菊花。哦，其实它是太阳花。太阳花很小，但是太阳花它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感动和鼓励，是我们长留心间的一份温暖。你们心中也应该有一朵绽放的太阳花，然后用声音告诉我们它是多么的美丽。来，舒俊老师，接下来轮到你来派出一位组员。接下来我们换男生。好，而且是非常强悍的男生。好，是个组合。你一说很强悍的男生，你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吗？你一说很强悍的男生，他已经在是我吗？我已经要去了。你要分得清楚，长得健康跟强悍不太一样。来，好，我要推出的是祝氏兄弟。有请祝氏兄弟。好，来看看这边 Vanilla 风云座。我个人比较想选 Vanilla， 但是我尊重哥哥的意见。
我觉得 Benny Lane 好了，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交流之后，台下还可以做朋友嘛。好，来哥哥，好，男不跟女斗，所以我们选择的是风云座，有请风云座。好了，朱军老师，出战之前有什么要嘱托的？你们的选择是对的，一开头就证明你们的自信心。我觉得都同样是男生的这样两个人的组合，但是兄弟之间产生出来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就是你们的力量，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加油。来，请准备。虽然说我们几兄弟然后也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真正的在舞台上合作机会其实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台上唱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也可以完成男人的心愿。朱凡刚、吴湘博，加油！我再也不愿见你，我再也不愿见你，我再也不愿见你。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哦，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在深夜里徘徊，也不愿别的男人，不愿别的男人。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谢老师，我们这两组特别明显，对方那一组也有两个男孩叫祝氏兄弟，是冥冥之中就对到一块儿去了。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但我们更难好吗？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打算在上场之前喝点小酒，让那个精神兴奋起来。目标就是继续晋级，100%。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多想贴近自己。傻的笑的就好想你，想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是不是你所有的秘密已经成为我的呼吸。哦哦哦，不再分离，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我们先来听一下张宇老师的评论。说实话啊，今天两组的比较了，一个不管是在企图心，或是整个歌曲的编排，甚至是歌声还有和声方面，我个人觉得祝氏兄弟这边都稍胜一筹。你的选择是白灯代表风云座，红灯代表祝氏兄弟，请选择。红灯一盏，祝氏兄弟。小松，你先来。白灯一盏，风云座。孙楠老师的脸上就写着纠结两个字。我可以表情。因为我知道这个祝氏兄弟，上一轮我们是四个白灯亮的过去，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充分的感情因素的，因为我正因为你要。奶奶要听这首歌，对不对？是吧？我相信她可能也听到了。这一次，不要带任何感情因素，请你做出你的选择。我尊重你的判决，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判决，我都会说不公平。来，三，二，一，请选择。祝氏兄弟顺利进入下一轮，风云座，等待你们风云再起的时候，再见，加油啊大家，谢谢李老师。我们上一次梵高你告诉我，之所以会有祝氏兄弟，一个是想长期让待在幕后的哥哥能够走到幕前，还有因为奶奶希望看到你们在台上唱歌，那今天能够走得更远，奶奶应该更高兴了。因为上个月奶奶在温哥华有一点病危，然后奶奶在私底下跟我说，希望在她的有生之余能看到我真的能跟哥哥一起在舞台上面唱歌发光。很可惜的，也很遗憾的，奶奶没听到。奶奶在我们第一次比赛当天，她就过世了。很抱歉，对不起我。因为也跟各位老师讲一下，还有所有的观众，其实我们原本以为那个喜讯只是第一次能够过关。而且能够完成演唱，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节目《震动亚洲》是全世界的播出，相信奶奶在国外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尽管她还在医院里面，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回去之后，家里就讲说奶奶刚走，然后就是我们到了台湾之后，踏进了家门，很高兴地说。我们到下一次阶段，我要打给奶奶。
不打电话了。我好想看到我们两个唱歌。奶奶，我们不笑，因为我等了这么久，因为他的葬礼其实就在我们来了上海的前几天。我们只能说我们要一直坚持地走下去，来报答他这么从小疼爱我们俩。奶奶生前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吗？他其实也很喜欢听我们唱吹吹风，想和你去吹吹风，他其实蛮喜欢的。我不管，他其实我觉得老人家就是这样，只要看到我们在舞台上听到我们唱歌，他每次都说好，他每次都给我们鼓励。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奶奶希望在他的有生之余能看到我真的真的能跟哥哥一起在舞台上面唱歌。我们每一首歌每一次表演我们都要献给他，在上天最爱我们的奶奶。音乐除了让我们感伤，其实音乐也是疗伤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好吗？各位，柯琴老师，接下来轮到你来派出下面一组。我想因为刚才大家都被气氛感动了，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开心一点的，我要配那个张彦博。我来彦博，来看一下对面你会选择谁呢？其实说实话，因为他们每一个名字都很难读。每一个名字都很难读，对不对？没关系，来过来，要选谁把他拉出来好不好？来想好。王若慧。你为什么要挑选王若慧？其实第一次我听她唱歌就给她感动了，还有就是谭校长是最快的按这个白灯给她进。对，她当时就是只唱了两个字，谭校长就按白灯。你不怕你输给她吗？其实我觉得今次可以来到这里，我的感觉是一种享受吧，音乐，希望我可以带了我自己的创作的音乐。听你讲话，我想起六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李克勤的时候，对，我必须全神贯注。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的普通话。没关系，你讲广东话，你讲广东话，这里有五个翻译，对，来。好开心今日嚟到呢度，大家好，我系张彦博啊，系，我希望我自己喺香港。咁多年自己生活里面嘅所有学到嘅样嘢带到上嚟，同内地嘅所有嘅音乐人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哋唔同地方嘅音乐文化。要放音乐。希望他可以把在香港这些年所学习到的和所积累到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和内地的朋友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对对，还有说他的领队很外表很帅，然后唱歌好听。若慧，你有没有想到过彦博会选你？我没有想到。你会尽全力吗？我会努力。好，就在台上面，你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表现出来。Enjoy your music, enjoy your time。让我们一起 enjoy music。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继父，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是我经历过很多，我希望可以用我这个家庭可以祝福到不同的家庭，因为在单亲家庭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感受到家人的爱，轻松一点，享受这个舞台。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干，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日出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暖忘我，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可有他，可有他。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情意并不假。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谢谢，谢谢彦博，谢谢。来，若慧请准备。那时候我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大夫说你可能再也不能上舞台了。整整三年，我每天除了治疗就是练习。我也一直幻想着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上。今天我要感谢声动亚洲，能够再次让更多的人关注我、支持我，甚至认可我，所以我很开心。覆地携手了，重了，千杯不醉，痴醉月光，会心一笑，不必讲，对看，一切都雪亮，执手空拳，心机里孤芳，铁壁铜墙也敢碰撞，今生不忘这一。
慧的老师。王仁慧是有非常好的唱功啊，这最后一个音怎么是体力不够了，还是你怎么出什么状况了吗？到后面稍微有点慌，腿抖了一下。对，因为王仁慧我知道她身体的状况，她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表演，然后所以最后出现严重的失误，这个非常遗憾。她很有意思，很代表了年轻人那种音乐和荷尔蒙混在一起的很好的味道。由林海给翻成粤语吧。其实我听得懂的。啊，听得懂，那就。我是讲不出来的。OK。好 ，OK， 谢谢小松老师。还有两位老师，在他们投票之前，有没有要替自己的队员拉拉票的？其实两位都有一点点的 pitch 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一个是站在台上没有太大的动作去唱，另外的一个还要弹吉他，还有其他的表演的方法，我觉得我们这边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这么宝贵的时间，我不要花在讲对方有什么缺点，我要直接说我们若慧在气息上不能说完美，就是因为这种很特殊的经历产生出一种非常奇特的魅力，听起来像是气若游丝，但是却里面有很深刻的情感。谢谢两位带队老师，现在我们开始表决。白灯代表张彦博，红灯代表王若慧。孙楠，你先来。3、2、1，请选择。一盏红灯，王若慧一票。张宇老师，3、2、1。两盏红灯，王若慧顺利晋级。虽然小松老师你这一票不足以改变任何的赛程，但是我想知道你把你这一票投给谁。张彦博。好，那若慧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希望在下一站当中你有更完美的表现。谢谢若慧，请走向胜利之门。啊，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他会选择我，但是我很开心他选择我，因为我也第一次挑战了一个只拿着一把木吉他来代表节奏，用自己的声音来说出所有自己想要表达的话语，所以我也很开心。你知道我最喜欢他哪一点？他的眼神里那种很少见的清澈。这一期来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因为这是我人生之中最大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先不要讲，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舞台，我相信你一定有机会踏上更大的舞台。啊。对，然后我刚看你在唱的时候啊，那边在一堆年轻人当中他显得特别突出，然后你在唱的时候他拼命的在跟你拍照。对，他们是我的后父还有我的妈妈在这里，他们在香港很远的地方过来看我比赛。我相信爸爸妈妈来看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希望彦博赢的哈，可是今天会有遗憾吗？没有遗憾，因为我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就是他们会鼓励我。其实我很想唱一首歌曲，因为这一首歌曲是代表我们声动亚洲全部的同学的。哦，真的？因为这一首歌曲他们已经学了很久，是一首粤语歌曲，其实也是很代表我们每一个参赛的个人的那个感觉的。OK， 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就算记不要舍弃，我愿意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
这情有疤痕，这一对触碰你我，人满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细节如落花，快要沾心我耶。Yeah! 你听，永远就似风吹流离，永远就似故事离奇，永远就似痛叹着你做人的趣味，别流泪。加油，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一个电话给我。谢谢。我觉得张彦博赢了，他赢了。谢谢你们，我会努力唱歌的，我知道可以继续进步。大家加油，好不好？努力啊！接下来震撼人心的力量还将继续。来，舒俊老师再挑选一组。好，刚刚误以为他非常强悍的那位梁凡，梁凡有请。好，来，哎，看看这边，除了孙伯伦略显纤弱一点之外，陈雷和简红都蛮强悍的，那我就以大欺小了。不好意思孙伯伦，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唱歌，你第一次唱领悟的时候就把我彻底征服了。孙伯伦他的歌曲张力非常足，而且他能唱到我内心深处，我非常愿意跟他一块交流，就无所谓，因为我更希望可能他们来挑我吧。来，舒俊老师，你要提醒他什么？梁凡是一个实力很强的人，今天把你自己最独特的那个特色放一点进去你的唱法里面，让人家知道这就是你梁凡独特的唱法，你就赢定了。好，舒俊老师有什么要跟孙伯伦说的？唯一的意思，我觉得对手选对了。为什么会这样讲了？我之前我在后台宣伯伦，他跟我讲，我希望给别人去选，自信满满啊。对，敢被别人选的人就是自信满满的。好，其实我看得出梁凡也很有自信，那来拿出你们的自信来，我们继续 enjoy music。表现我给自己打70分，还不是特别满意，纯属乐极生悲。我挺害怕高亮的老师的，大家一个也欢呼，他一来劲开始拐弯了。那不是 R&B 的弯，这是戏曲，中国传统戏曲的弯。我学了很多年以后，你们说我炫技；我没学的时候，我功底不行的时候，你们又说我基本功不行。我觉得在中国做音乐真的很难。这一场我会选择一首张力比较大甚至比较极端的歌，我不知道这首歌比较极端，高晓松老师会不会喜欢我的风格。已经上弦两方是过江，飞越年岁来加半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正道在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配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空徒，想知旧情难忘，
我却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更冷面对如箭的罪，不肯任谁再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后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头看，细数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才会只因你成怀珠的杯，我的心才会只因你成怀中的悲。应该说对自己的那个信心有点过头吧，还是很有压力。我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全新的出发，而且我在于歌唱类的比赛当中还没拿到一个冠军。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的泪烫伤我的脸，那一次我尝到伤悲。我说过我却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从此就再也说不出老师，听听你的意见。梁凡，我想请问你啊，你一直摇头什么意思啊？这首怀珠，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去思考这首歌，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找到感觉了，我尝试着，因为我从来不喝酒，但是那天晚上我买了一点酒，
我喝完了以后去想这首歌。那就是说他在台上找沉醉的感觉，醉的感觉，喝醉了的嘛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所有表现形式都是外在的，真正的感觉应该是内在的。是。所以我会觉得奇怪有一点。那么我想，我如果我站在舞台上打死我一辈子，我也不会这么摇着头一直这样。还有孙伯伦，那我想问您，间奏时候你是嘴这张干嘛？啊，可能是没。你就走过一边走着。来了，感觉是要吃掉麦克风。所以没有我，因为我当然我是夸张了一点，因为夸张的时候你们才能记住，但是在唱的部分，我觉得两个旗鼓相当。余哥，这两首歌我都算熟悉啊，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的表现刚好相反，我个人认为梁凡的表现太过，其实这首歌应该要再内练一点，尤其是你的那个压喉咙那个声音太早出来了，孙伯伦呢的表现太过于冷静。其实应该是孙伯伦要去喝酒的，啊！但是不可否认，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唱将。好了，小宋老师有补充意见吗？我要祝贺一下梁凡啊，这个终于可以不拐弯了。你是不是发现你不拐弯的时候感情特别通畅的就出来了？是。那一拐弯的感情得拐着出来，所以你看你就指着唱很好，因为你们俩的情感都特别充沛啊。但是在换声区的时候的运用，孙伯伦就更自如一点。好的，来，现在进入表决阶段。白灯代表孙伯伦，红灯代表梁凡。余哥，三、二、一，请选择。梁凡一盏灯。小松，三、二、一，孙伯伦一盏灯。知道为什么把你放最后吗？没有问题，我让你体会一把什么叫纠结。我不纠结。好，来，三、二、一，请选择。克勤，不要那么盯着我。我们认识20多年，从来没有他们这么看我，很吓人的。好，来。两盏白灯，孙伯伦获胜。对吧？走向胜利之门。然后今天也很荣幸可以晋级到16强，然后也很感谢评委老师，也很感谢梁凡这个好的对手。其实今天他激发了我很多内心的潜在的能力，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硬仗要打，所以我要跟所有对手说，你们要小心喽。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喜欢梁凡，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声动亚洲被大家认识的歌手。其实五位评委老师不知道，梁凡今天跟乐队特别还合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五位老师的。本来我在想他走向胜利之门的时候唱这个歌太合适了，但是没关系，绝对不介意。这首歌实际上是一个即兴的唱五位老师，我想把五位评委老师一块唱在这个歌里边。哦，包括五位老师对我的选择，还有对我的意见，还有五位老师的经历，我都会唱。来到舞台中间。1999年、第一次唱起你的歌，在2004年。高考的声音。
老师。你拥有青春，也拥有阳光，你是孵化使者，超级型男，你是就算命运颠沛流离，就算曲折离奇哟。Forever young 的李克勤老师，我对你的爱永远难忘。我从小听着你的歌长大，充满美丽的研究嗓，带给我们悲伤。在雨一直下的夜晚，伴我度过凄凉。哦，无论苦与乐，或是喜与悲，用心良苦的张宇老师。张宇的长发，一张纯爷们的脸，犀利的语言，给我真实的感觉。你说我的短筋带着浓浓的戏曲范儿，哦耶，哦，你是我尊敬的真实的真实的，哦，亲爱的高晓松老师。温文尔雅，煽情的浪漫诗人，给我们留下永远十八岁的记忆。谢谢你听懂了我内心的激情。敬爱的导师黄淑君，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说我一出来，哎呀，这个人长得真难看，这个人长得真胖，这不重要。我的音乐，我的 groove， 我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后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能唱不唱，却我拧头。我刚跟他拥抱的。他在我的耳边一直说我不遗憾了，我不遗憾了，我不遗憾了。但我必须说，你走让我有一点遗憾。可是，唉，我很后悔成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要第一次，在我主持过那么多大型的节目里面，我没有哭过，而且是。三年，自从我毕业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再也没有这么难忘过。我能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展示我自己 ，It's enough, do you know？ 已经足够了。我刚刚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哭？因为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旋律，但是。音乐就是这样记载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记忆，然后我们用一段旋律就可以勾起我们很多成长的回忆，和所有人一起分享。很开心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认识那么多喜欢音乐的人，加油。今晚的比拼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晚上为了音乐的梦想，我们继续 fighting。 再次的谢谢绽放你的美，自研丽专业美容对于我们节目的
冠名赞助播出。各位观众朋友们，请登录新浪微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百度搜索生动亚洲来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而更多的节目花絮，请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网站搜狐视频，首席新媒体合作伙伴百视通节目专区，台网融合战略合作伙伴风情网。而更多选手的资讯，请关注土豆网选手专区。感谢我们电台的合作伙伴动感101的全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上海移动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海移动用户可以发送生动亚洲到10086来获取幕后花絮，下载 Viva 畅读即刻阅读生动亚洲手机杂志。同时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生动亚洲官方网站 sdyz.dragontv.cn 了解更多独家视频花絮。